诸位同学，请看这个第二段，慈州之灵十戒。这个十戒呢，就是十段。现在我们看第二段，男人十戒。请看经文。诸佛子，此四天下难，次有世界名曰难人，如来于彼或名地舍，或名宝乘，或名利狗，或名食语，或名能调伏，或名具足喜，或名大明称，或名能力业，或名无边，或名最深。如是等其数十千，令诸众生个别之间。到这个地方呢，这是一段。男人世界，我们从名字上来观察，这个世界大概跟我们的世界差不多。我们这个世界叫娑婆，娑婆的意思是堪忍，也就是说真能够忍受得了。这四天下南方，这个世界的名字跟我们有相似之处。那我们就会联想到，必定这也是一个无主卧室。坐卧不怕，这个世间造罪的人固然很多，但是修福的人啊也有啊。而且呢，这个接触到圣贤人教诲也领悟的人、觉悟的人也还有啊，所以他能够啊感得诸佛如来、菩萨、罗汉到这个地方来应化了啊。所以从这些地方看呢，这个世界也不错啊，佛菩萨示现在其中。那么由此可知，事出世间法都是相对的。男人可贵之处啊，就是能忍。能忍里头呢，可贵之处呢，在觉悟。这个觉悟是知苦啊。知苦就觉悟了。但是，知苦啊，我们细心去观察呢，它有两种，两种人呢都知苦啊。一种根利的人，
求解脱，求道啊！啊，他想修道啊，可以解脱。另外一种之苦呢，他消极的，他不知道求道，他认为呀，生不如死。啊，所以最后啊，他走上自杀这条路。自杀不能解决问题啊！啊，自杀之后啊，比现前生活还要苦。佛告诉我们，道教里面讲的尤其详细。啊，其实道教讲的不是没有道理。啊，为什么呢？佛跟道是在讲，在最早的时候并没有往来。啊，但是他们说的那么接近，这不容易。啊，佛说这桩事情在地藏经。啊，道教讲的就多了。啊，他们说自杀的人，终因呢没有办法投胎呀，他要找替身。找不到替身，他就不能投胎。啊，在找不到替身、没有投胎之前，每七天，他那个自杀要重复一次。啊，自杀很痛苦啊！每七天呢，他要那么痛苦一次，所以那个日子更不好过啊。儒跟道都不准自杀的。啊，那么我听说天主教也不可以自杀。很有道理啊。啊，苦知道苦了，要想离开苦，方法很多，事出世间，许许多多圣贤都教给我们的方法。啊，在这个世间，许许多多的宗教境界虽然有高低不同，但是离开现实，苦难几乎都是一致的。世间多数的宗教目的都是升天的，天的福报比人间大多了。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啊，就是我们上去一层四王天，啊，这个不算高啊。四王天的福报，我们就没法子想象。啊，四王天跟我们这边现在人说有时差了，那个时差很大了。啊，不是几十个小时啊，四王天的一天是我们人间五十年，这么大的时差。啊，四王天的寿命500岁，啊，一年也算360天呢，他们那个地方天呢，
他一天是我们人间50年呐，两天就100年呐。你们想想看，这寿命多长，福报多大啊！再上去，我们中国人常讲的玉皇大帝，佛法里面讲的第十天，这头一个名称就是第十。啊，第十天是欲界第二层天。我们在史书记载里头，古人笔记小说就更多了。人间有大福德的人，死了以后啊，都升第十天了。啊，第十天的寿命1000岁。他那个地方的一天是我们人间100年。所以天上福报大了，越上去福报越大。所以许许多多人都把利苦得乐这一桩事情啊，目标都定在天堂。那么佛告诉我们，天堂不错，是好，佛菩萨都赞叹啊，但是他不究竟啊。为什么呢？寿命再长，他还是有数量，到头怎么办呢？不能不知道啊。啊，寿命到了还要六道轮回啊，还要搞轮回啊。轮回到哪里去？完全由业力主宰，自己做不了主啊。啊，这个事情麻烦就大了。天上除了无色界天之外，无论在哪一层天，都有佛菩萨在其中应化啊。但是佛菩萨在天上多半都是天人天王的身份，佛菩萨示现佛身度众生，肯定在难言菩提中啊，而不在天上啊。天上呢常常去教化，不是不示现在天上。不是佛菩萨有私心，不是佛菩萨有偏爱，机感不同啊，要晓得这个道理。所以人间虽然寿命不长啊，生活很辛苦，苦多乐少啊，容易觉悟啊。天上乐多苦太少了，不容易觉悟，不容易教化。啊，三恶道呢，苦太多了，没有乐。啊，几乎在那个里头变成麻木不仁了。你跟他说什么好话了，似乎没有什么反应。这也困难了啊，所以讲到教化了，人间还是比较容易啊，
那么今天我们看这个世界这么大的灾难，动乱不安，可是我们确确实实看到了一线光明。其他的地区我们去的少，我们得的资讯不多，但是在中国，在台湾，这常常有人往来，我们听到中国现在许许多多地方儿童读经，这是世间的一线光明啊。几十年没听说过了，而且很多家长热心支持，甚至于把这个小孩不让他念小学了，让他上这个读经班，政府也有这个意识，不加干涉，好事啊！这些小孩在读经班学了几年，毕竟他还要去上中学，去念大学，那么参加小学的考试，听说成绩非常好，这是在试验的阶段呢。这个试验如果有相当好的效果，我相信将来可能纳入正规教育。这不但是国家之福啊，这是世界的光明面呢。推动儿童读经的这些人，我常常称赞的，这些人都是菩萨了。不是菩萨，他不干这个事情啊。这个事情现在社会上人说这傻事啊。把什么都放下，全心全力来推动这个事业，只有菩萨才会做。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人呢，他才会做啊。那么这些儿童、小朋友热心的来读，他们可能就是下一代的救世主啊。这些小孩来到世间，我相信这里面一定有大圣人在其中。他们是来救世的。所以从小一接触就欢喜。父母欢喜，祖父母欢喜。我们听到之后非常兴奋呐，非常感动啊，因为只有圣贤的教诲，才会给世界带来真正的和平幸福。这个事情也要忍呐，不能忍不能成就啊。谁能够忍到底，
谁就大功告成。佛法里面讲啊，功德圆满。这世界的名称啊，从名称我们能体会这世界的状况。如来于彼，何名帝释？啊，如来在这个里面，应众生之感呐、啊，应化在这个世界。啊，我们知道。名号是教化众生总的纲领啊，用这个名号跟释迦牟尼佛在我们这个世间啊，用释迦帝释跟释迦的意思非常接近，释迦的意思是能忍仁慈，帝释了在忉利天我们通常把它翻作能天主，啊，中国人也称他做上帝，啊，称他做玉皇大帝。我们晓得，天人修上品十善。修四无量心啊，慈悲喜舍，他在天上能走到天王啊！诸天之中啊，福德最大，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说。帝释者，为天人主，能称我心故。啊，这个天人，忉利天人，啊，是忉利天人之主啊。啊，他是个豪主啊，这是领导啊，现在人讲领导啊，帝王啊，能称悟心，他所作所为都能够让忉利天人感到非常满意啊，这个称无就是讲的天人啊，他们心里面都非常满意啊，这是一个好的领导人啊，在我们人间来说得到人民的爱戴，得到全民的拥护，这是果报啊，果必有因啊，因是什么？实行仁政啊。儒家讲的君亲师啊，领导人。天上的领导人啊，
也不例外呀、啊。只要把这三桩事情做好，他就得人心。啊，第一个是君，君是领导啊。你把他领导到哪里去？古时候，古圣先王啊，做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啊，他把人民领导到哪里呢？五伦八德，他把他带到这个方向。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伦常八德，在中国几千年来，这是道统啊，绵延不绝。清朝末年啊，西洋文化传到中国来了啊，中国人也看到西方人科学技术军事武力之强大，觉得自己远远不如别人，对于自己的文化丧失了信心啊，甚至于许多人主张全盘西化，把中国东西全盘废弃。这一百多年来才遭受着苦难呐、啊、现在西方人知道坚甲利兵只能收一时之力呀、啊。不能长久啊！武力再强大，你征服一个国家，你能把这个国家的人全部都杀掉吗？不可能啊。啊，你造的大杀伤力的武器，你造的再多，啊，哪一个人愿意用这些武器，啊，把这个世界上人成百万、成千万的杀掉？不可能呐！啊，纵然啊，你疯狂了，啊，到处屠杀，你不知道啊，接着就是冤冤相报啊！你要了解这个事实真相啊，你会吓呆了。在中国历史上
这正史上都有记载的。明朝初年，方孝孺，方孝孺这个公案呐、他的曾祖父杀了900多条蛇，大蛇小蛇一共900多条，方孝孺就是那个蛇投胎来的，来报仇。故意反抗皇帝的命令，皇帝发脾气了，灭他一族。结果他这个一个族被杀600-700人，尝那个蛇的命。这是在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一个公案了。杀人要偿命的，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啊！你们看看《安史全书》前面一半，这个文昌帝君胤祉文，你看看文昌帝君17世为士大夫，他在没有遇到佛法之前，跟人结的冤仇，生生世世报来报去，越报越残酷。无故受害的人不晓得有多少。这无故受害人都变成你的冤亲债主啊！你这个账怎么了啊？幸亏他还积了点德，遇到佛法。慢慢才醒悟过来啊。才知道忏悔啊。知道改过自新啊。一切众生都有灵性啊。都有情识啊！哪一个众生甘心被你杀害呢？是你敌不过你，被你杀了，怨恨在心呐。这个事情就是麻烦了。人跟一切众生决定不能结怨。冤冤相报真的是不得了啊！好的领导不干这个傻事，他领导人走向仁义道德，这是做领导人头一桩事情。第二桩事情，做知青，你要爱护人民。所以中国从前地方官员称为父母官呢，民之父母啊。现在民选的这些领导人叫公仆。那我们想想，如果我们做儿女的人，是希望父母来照顾我们，还是希望父母去雇个佣人来照顾我们呢？再好的佣人跟父母不能相比啊！领导人对于国家人民啊，要像父母对待子女一样啊！做知青啊，你怎样爱他，你怎样照顾他，你怎样养他。
第三个责任，做之师，师是老师啊。所以一个国家领导人啊，他是领导人，也是全民的父母，也是全民的老师啊。这三个字做到了，能天主啊。儒家说的这个原则，不仅仅是国家领导人应当如是啊！啊，你是县市的领导人，你是个县长、市长，同样啊，这三个字是你的天职啊。你的范围是这一个县市，你把这个县市也得要像圣人所说的领导向伦理道德，这是最重要的啊，然后才得发展各个方面啊，伦理道德是核心的啊，不能把核心舍弃了啊，去发展。现在目标都是经济、贸易，啊，工商业发展这些，啊，这些发展起来了，人与人之间没有伦理道德，只有个利害，啊，那孟子说得很好啊，上下交真利呀，而过为义呀。人与人之间没有道义啊，我们彼此有利是朋友，我们彼此没有利就是对立啊，就是敌人，这还得了吗啊，大家都争利，无止境的争利，争利一定发生冲突啊，冲突的结果必然是战争啊，战争的结果必然是同归于尽，而且结下生生世世冤冤相报的仇恨，死路一条啊！所以你能够把中心稳住、抓住，这是生路啊！你要爱民如子，你要好好教导他们呐。啊，你是一个县市长啊，你好领袖啊！啊，同样道理。啊，你是个公司老板，老板是君呢。你这个公司员工有几百人，有几千人。啊，还是以伦理道德来领导他们。你这个老板是圣人呐，对你公司里的所有员工都看作兄弟姐妹儿女一样啊，真正关心他，照顾他啊，帮他解决困难，这员工哪一个不忠心为你效忠呢啊，全心全力为你做事呢？你还是一个好老师，要教他啊，德行上要年年增长啊，啊，技术能力呀也要年年增长啊。所以
有基础教育，有进修教育，啊，专业教育。啊，你这个老板是菩萨了，真正把君亲师这三个字都做到了，都做好了。啊，一般人在家里，在家里是家长啊，家长也是君亲师啊，也是这个使命啊，这个职责啊。啊，你有没有把你的儿女子弟教好？有没有全心全力来照顾他们？所以君亲师是每个人来到这个世间他的天职。啊，无论单位大小，啊，你是一个领导人，你就要做到君亲师这三个字。啊，今天社会动乱不安，就是领导人这三个字没有做到啊。社会动乱呢，中国人讲的是天下大乱呢。灾难频起，有它的原因在啊。啊，这个时代没有圣人出现的。啊，什么叫圣人呢？圣这个字，在中国词汇里面解释的是对宇宙人生真相明了的人啊，一切事理因果通达明了，这个人叫圣人。这是佛事先用这个做名号啊，地舍佛。第二个名号宝称啊，宝称佛。宝是比喻啊，财宝啊，世间人都希望得到，希望拥有啊，拥有这些珍宝，能够富裕你的物质生活啊，物质享受啊，能得到提升呢，啊，但是真正明白人、觉悟的人，对于这些宝物不重视。绝不重视吃饱，啊，为什么呢？这些珍宝不能解决问题呀，啊，啊，什么问题呢？生死的问题，烦恼的问题，六道轮回的问题，没有法子解决啊。
阎罗王那个地方不能贿赂啊。判官小鬼那里不通人情啊，你怎么办啊？又何况这些珍宝再多，觉悟的人说得好啊，也不过是让你看几年而已啊。啊，为什么呢？你死了一样也带不走。觉悟的人明白，所以他一生不重视这些东西，他不要这些东西啊，这些东西给自己带来了灾祸啊。你说什么灾祸呢？天天提心吊胆，怕别人偷去，怕别人抢去，怕别人强占去，怕遗失掉了。你说这个心理多重的负担啊！没有这些东西，心理清净啊，这负担没有啊。啊，圣人重视什么呢？佛家里面讲的三宝啊，觉真净啊，这是宝啊。儒家也有宝啊，五伦五常八德，儒家之宝啊。啊，我们净土宗的三宝。幸运行啊，这是真正的宝，能解决问题啊。佛法里面三宝、三学、三会、六度、十运，能帮助我们了生死，能帮助我们解决六道轮回的问题。这才是真正之宝啊。宝称佛，称名称啊。名称是宝啊，就眼前来说呢，如来名号品呐、啊。你看看，哪一个名号不是宝称呢？地舍佛宝称呐、啊。释迦牟尼宝称呐、啊，阿弥陀佛宝称呐、啊，阿弥陀佛这一句梵语音译的，要是从意思里面翻呢，无量觉。三宝里面佛宝啊，觉而不迷，无量觉问题是你会不会啊？佛随顺众生立名等众生界，他有多少个名字呢？
众生有多少，他的就有多少名，等众生界。所以只要是会，没有一个名称不是宝称的，不会就难了。第三，何名立垢？这个名号，我们当下就能用上。啊，垢是什么？染污啊。啊，当下全世界整经的非典型肺炎的传染，啊，几乎整经了全世界。世界卫生组织，啊，这几天都在研究怎么样防范。怎么样把它消除？啊，所以注意消毒、清洁，这就是立垢啊。啊，但是一般人所讲的啊，消毒。都是消表面的啊，清洁也都是外头的治标啊，不治本呢。本是什么呢？精神的污染。心地的污染，这才是病根呐！啊，所以立垢要从哪里做呢？清净心，心里面没有肮脏，没有垢。啊，精神上要立垢，啊，消毒要从内心呐，啊，内心的毒要把它消掉啊。内心什么毒呢？贪嗔痴慢是毒啊，自私自利是毒啊。啊，总的来说就是贪嗔痴，啊，自私自利从哪？自私自利是贪心里面的一分。根就是贪嗔痴，啊，所以佛法称这三个叫三毒烦恼啊。这个毒要不消掉，消外头外表，保不了几天呢，病还是会犯呢。什么人今天觉悟了，消内心里面贪嗔痴三毒？消这个毒，啊，清洁外面的环境，啊，内外清净，什么样的病毒都没有了，啊，这才是真正解决的办法。现在时间到了，诸位同学，请看《南人世界》啊，佛的名号第四句啊，或名实语啊，这个意思好懂。实是真实。
不妄语，啊，不两舌，不绮语，啊，这都是舌语。我们看到这个名号，佛为什么会用这个名号呢？想必是此时此处啊，很多众生说话不实在呀，所以佛用这个名号就特别标榜。我们要讲老实话啊，用这个来做此时此地教学的中心纲领。我们想想，对于我们现前的社会适不适用呢？我也觉得很实用啊。啊，现在人，人与人之间相处，说真实话的确实好像越来越少了啊。成年人说实话的人不多啊，为什么呢？为了要保护自己的利益，妄语是一种保护利益的手段呢。不但要会用啊，还要用得很高明。这个世间可悲呀，风起所致，现在连儿童都学会了，这怎么得了啊？古时候常讲儿童天真烂漫，现在儿童从小就学会打妄语，学会怎么欺骗人。这个社会要这样发展下去，哪得了吗？儒家教学把言语摆在第二课，第一个是德行，第二个就是言语。佛法教人，入门基础的教学，摄善业道。摄善业道里头，语业就讲四条，身善口四意善，口业讲的特别多啊，
无量寿经佛教导我们善护三业，把口业摆在第一了。事出世间圣人的教诲，从这个地方我们体会他们的用心呢。为什么语业是最容易犯的？而且呢是最常犯的，因此古人才有所谓修行当从不忘于时真正讲修行从哪里开始呢？从不忘于开始。这个话讲的不是没有道理我们要想成就自己的德行，恢复自己的性德，真的从哪里开始呢？要从不忘于时，不忘于就是时语。诚实、守信、这个确实是德行的根基。说话要算话了，这叫信说话不算话，这个不守信用不守信用，别人不敢信任你不敢依托你，所以在过去古老的中国，儒家教学常说人无信则不立，人要没有信用，在这个社会上没有立足之地为什么呢？大家对他打问号，不敢相信他。大的事情，重要的事情，不敢让他去做，他没有信用那么我们想想，他还会有什么成就呢？纵然有一点小成就，终究他要失败。西方人对于信用也看得非常重那么由此可知，时语事出世间，真的是不分国家、不分族群、不分宗教，没有不重视的。人言语不实在，这是大病那么佛看到众生，多数如果是言语不诚实，他来教化众生，这个教化我们要懂得了，教什么呢？没有定法可说就跟大夫跟病人治病一样，
没有一定的药方啊。啊，哪有把处方开好，让病人照着这个处方害病，哪有这种道理呢？没这个道理啊。所以大夫跟每一个人看病那个处方都不一样啊。那么佛应化到这个世间来，就是来治病的，众生的病太多啊，所以佛也称为大医王啊，这名号里头有大医王啊。那么因此众生现在害的是什么病？病很多，病很多，哪一个病最严重？先治它啊。那么现在看看这此时此处啊，妄语这个病最严重，所以佛用一个名号啊，叫时语，让大家听到这个名号，见到这个名号，念到这个名号，提醒自己，我说话要诚实啊，不能再打妄语了，治病的。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功德就在此地啊。所以佛菩萨名号时时刻刻在提醒我们自己啊，不是念给他听的，念给自己听的第五个名号叫或名能调伏，调是对情绪来说的啊，伏是对烦恼来讲的啊，我们凡夫没有能力调伏啊，所以情绪烦恼常常现形呢。这个佛家讲现形，现在人讲发作啊，喜怒哀乐常常发作没有能力调伏啊。那么佛给我们示现，他有能力调伏调，也就是化解啊，他能够把情绪化解为智慧，高明啊！能把贪嗔痴一切烦恼扶住，不发作。特别是在逆境啊，能调就不会受外面境界影响，能服不会有，不会对人呢有负面的影响
这个利益很大了。所以佛十个通号里面有调御丈夫啊，能调能辅啊，我们应当向佛学习啊。逆境里面要把嗔恚心化开，化解，对逆境，对恶人，佛在经上常常教我们，不念旧恶，不憎恶人，一定要晓得，恶人是他烦恼习气太重啊，我们原谅他的过失还不够啊，原谅他你还没有化解，这个结还在呀，要把自己内心这个情结化解啊，化解之后呢，你就跟佛菩萨一样啊，你不但不会责备他，你会同情他，会怜悯他啊，你不会伤害他啊，你会调教他，这在旁边观察，语言成熟了，就是他能接受了，教他了，教他回头啊。是以慈悲心待他了，哪里会有嗔恨呢？哪里会有责难呢？要调整自己，要扶住自己的烦恼心里很不高兴了，一般要发脾气了，这个时候要把这个脾气控制住那么佛菩萨有没有发脾气的时候呢？有啊。他是不是真发脾气呢？他不是真的，他是办事，用他来做办事的一种手段应该用这种方式来处理就用这个方式也是属于能调伏所以你要用得恰当就是时地人事这四方面你要详细观察了对什么人什么事什么时候什么处所应该用什么方法你就用什么方法用得很恰当很得体这事情办好了圆满了虽发脾气并不伤人这是智慧是学问是功夫佛做得到家了我们在经论里面仔细观察佛待人接物佛有时候呵斥人呢有时候也责难人不是没有你看
他那个时节因缘恰到好处啊，让人怎么样心服口服啊，受了责备呀，不但不怨恨他，感谢他啊，这个成功了啊，不会的毛毛躁躁啊，没有智慧，没有修养啊，不管什么时候，也不管什么人事啊，随便发脾气，自己很容易冲动，对方不能接受啊，生起怨恨呢，啊，这个事情就麻烦了啊，产生什么反效果。要遇到厉害的人，他还存报复心啊，这个冤仇接下去了。所以很多事情啊，遇到障碍借的这个怨的时候，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借的啊，这个就是我们常常说呢，言者无心，听者有意啊。啊，平常我们说话是无心的，但是听的人有意。哎呀，你来挖苦我啊，你来讽刺我，怀恨在心，这个事情麻烦了啊。这我们一般讲无妄之灾啊，那是什么？你自己不谨慎呐，不小心呐。这些事情在历史上就有很多的教训啊，古人确实有心人啊，历史的分量太大了，看一遍也不容易啊！啊，古人把历史上这些教训，把它抄出来，编成一本书《历史感应同集》。我们这个图书馆里都有啊。啊，完全是史书里头记录下来。很多这些事情啊，啊，所以对人不能不小心谨慎，说话不能随便说，说者无心，就怕听者有意。啊，招来自己想象不到的麻烦啊，常常读圣贤书啊，圣贤人时时刻刻向我们提出忠告啊，言语行为啊，都要小心谨慎啊，要学习啊，圣贤人怎么样调心啊，怎么样降服烦恼啊，儒家用的方法啊，是用乐，音乐调心，调自己的情绪，用理来服自己的烦恼啊，在佛法里面呢也相同啊，佛法用梵呗调心呐，用戒律调身呐
啊，想到戒律，佛不准我们这么做法，用这个来伏烦恼。啊，用音乐。用教学让你觉悟，啊，觉悟是调心，啊，所以我们肯定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讲经说法49年，啊，天天没有中断的，天天跟大家在一起上课。啊，讲经就是上课，啊，每一天跟大众在一起学习讨论，啊，每个人无论在哪一方面有疑问都可以提出来，请佛解答了。所以佛经的内容很复杂，从日常生活到专业的学问技术几乎通通都有啊。每个人遇到事情遇到困难向佛请教，哎，佛都能给你解答，确确实实让别人肯定佛真的是万德万能啊，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啊，有人问，这棵大树现在有多少片树叶？啊，佛说出来了，说出来也没人去数啊，也没法子数啊，但是有聪明人啊，把这个树叶树摇一摇，哎，很多叶子落下来了。他把落下来的叶子手捡起来收起来，问释迦牟尼佛，那这树现在多少叶呢？佛再一说跟他一核对，那少了多少啊，哎，正是他落下来的，让人没话说。那佛说的话是真话不是假话，你去数啊，但是这个树叶是不固定的，它每一天新生的生出叶子出来了，多了，有掉下来落的叶子少了，啊，这些事情，说实在的话，佛是可以不答的，啊，但是为了取信于大众。啊，这是来考考佛的，你到底是真知道是假知道？啊，这个社会上许许多多工作，释迦牟尼佛碰都没碰过。啊，这些问题呢，他都知道。你看经里面，你去看放牛经，释迦牟尼佛没放过牛啊，他是王子出身呐，19岁出家修道了，他没放过牛啊。啊，放牛经是说什么呢？就有人问他养牛，啊，应该怎么个养法？佛教给他养牛的方法。很不可思议，
啊，你到今天这太多太多这种例子啊。真舍智慧呀，确实啊，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呐。啊，示现。啊，怎么样调心？怎么样伏烦恼？啊，我们要向佛学，要向菩萨学习。啊，这里面最重要的。保持清净心，保持宁静的心，这是总的纲领，总的原则。啊，要练这个功夫，这个心，啊，这个清净、平等，不受外面境界的干扰。这就是真功夫了。下面第六个名字，何名喜足？啊，足喜，足是圆满。是满足。那这个名字里面说的居足欢喜啊，啊，就是经教里面呢，佛常常说到的常生欢喜心。这个事情很多人都想不到啊，怎样才能够啊具足欢喜心呢？佛教导我们亲近善知识，你就能自自然然长生欢喜心了。我们要怎样才能做到呢？只有一个方法，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具足欢喜心啊，你就得到了真善知识，大善知识，究竟圆满的善知识。你跟他在一起，你怎么会不欢喜呢？佛现在不在，我现在怎么办？现在要具足欢喜心呢，也有办法，不是没有办法。啊，还是亲近佛菩萨。佛菩萨在哪里呢？经教就是佛菩萨。你能够天天不离开经教，我相信你一定啊会有欢喜心啊，能真正呢得到长生欢喜心啊。为什么？孔老夫子说过，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啊。你们想想这句话，天天学，时时刻刻都在学，一生当中没有把学放弃。啊，学了怎样呢？学了就做到，习是做到啊。
把你所学的东西落实在你生活上，落实在你工作上，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这个喜悦是从内心里头生出来的，不是外头来的。外面来的时候，那是或有或无，时有时无，它会间断。从内心里面生出来的，像泉水一样往外面涌，没有间断。读书乐，很多人不知道啊。啊，为什么读书人那么喜欢书呢？用那么多的时间在书本上呢？这里头有乐。不读书的人不知道，孔老夫子他知道，他说出来，嘿，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乐乎？啊，由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由朋志同道合。啊，他到这个地方来，我们一起共同学习。啊，这个朋是学生呐，啊，慕名而来的。啊，来听你的教诲，来听你的讲学。啊。跟你在一起研究讨论，人生一大快事，这个快乐，这是教学。啊，自己读，学到的落实在生活，这个是学。有朋自远方来，那是教。教快乐，学更快乐，把你所修学的心得介绍给别人，在我们佛法上供养别人，乐事具足欢喜。没有人来跟你学呢，也没关系。人不知而不愠呢，不亦君子乎？还是快乐。啊，没有人知道你，你有实学。真正有德行有学问的人绝对不学，不会宣传。那个名气啊，怎么出去的呢？是真正有人亲近你，他离开之后，他会到处赞叹，介绍，这样出去的。近代的例子，印光大师是我们的好榜样。印光大师确确实实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他在普陀山住藏经楼30年。诸位要知道，他70岁被人发现，那么住30年，我们就能想到他大概是40岁担任藏经楼这个职务在普陀山呢管藏经楼那么在这个里面，除了工作之外，他就看经30年没人知道，成就自己的德行、学问、道业到70岁被人发现，发现也是偶然的。徐渭如居士这帮人这民国初年的大居士姜维农他们都是老朋友在社会上有地位、有身份有道德、有学问，为社会大众所尊敬的大德居士，他们到普陀去朝山，在普陀去参观藏经楼，无意当中遇到印光法师看到这个老和尚举止行持跟一般人不一样这就形象普通人看不出来，这些人看得出来，一看我们一般人讲气质不凡气质跟普通出家人不一样于是提出问题向他请教，老和尚的答复言简意赅，让他们佩服得五体投地这样以后离开普陀之后就到处宣传了普陀有高人于是来看老和尚的人就越来越多了这样慢慢就出名了尤其他们在报章杂志里面写文章推崇印光大师这样知道人多了给印光大师写信大师由于方言的关系他是山西人，南方人听不懂他的话，所以多半用文字来开始了许多人给他写信提出问题，他来答复那么这些信件印光大师往生之后，人家这个信件都保存下来那么通通现在印成了文钞你们先看印光大师文钞里面的信件
偏偏都是好文章啊，偏偏都是从内心里面流露出来的法语啊。最难得的应病于药啊，句句话都针对现前社会的需要，而且是迫切的需要啊。他老人家对人向来是不讲客气话的，实语啊，所以在藏经楼那个30年没有被人发现，那真的是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啊！啊，儒家讲成就君子的德行啊！啊，一被人知道了，来请教的人多了，那就是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印祖为我们实现的一生都在经教里头，读书落了，读经更落啊，读经会开悟啊，啊，读经就是亲近佛菩萨啊，我们都化缘，不但亲近毗卢遮那如来，亲近释迦如来，亲近华严会上佛菩萨，这个是大乐，到哪里去找啊？下面第七个德号大名称，大名称用我们现代话来讲呢，就是高知名度啊，大知名度。这个大名称设置名归，不是虚名啊，不是现在一些人想尽方法要提高自己的知名度，不是的啊，他的道德，他的学问，真正成就了，名如其实，实如其名，众生仰慕大名而来参学，而来求教啊，啊，所以教化众生大名称就非常重要了。圣人最着重的是德育啊，道德的教育，绝不会自己去打知名度，没有这个道理的啊，就是教学也是知闻来学，未闻往教啊，
这个是给世间人一个启示啊，学要求学，要自己去求啊。你有求学的这个心，这种诚心，你才真正能够得到学问。啊，侥幸的心理，你怎么会成就呢？啊，没有那种恳切啊求取的意愿，你得不到啊。啊，所以我们从古往今来，诸位仔细去观察，好的老师住在这个地方，往往当地的人不能成就，啊，外地到这个地方来跟他学的有成就，什么原因呢？外地是来求学，啊，那份真诚恳切的心啊，不远千里而来来求学的，当地人觉得无所谓，老师住在我这，今年不会还有明年，明年不会还有后年，他的心啊，应允苟且，所以他不成就，他没有那个诚意，得来太容易了。你们想想看啊，看看这个历史，古往今来哪个成就的人不吃过多少苦头啊，啊，那是什么呢？不是说一定要吃苦头你才能得到啊，苦头显示自己的诚意真诚，这正是印光法师讲的一分诚敬得一分利益，十分诚敬得十分利益，轻易得来的不费力啊，他里头缺乏诚意啊，所以他纵然在善知识身边啊几十年，他成就很有限啊，不如万里迢迢而来求学的，他到这个地方来学几个月学一年，人家这真成功了啊，为什么呢？那就是十分诚敬，他获得是十分利益啊，你天天跟善知识住在一个地区一个乡里，诚敬心不足，只有一分诚敬，你跟他一辈子你所得的利益就一分，就这么个道理啊。啊，如果心术不正，名利心重，往往走上了邪道啊。啊，他来学，学了干什么？学了拿这个东西去搞名闻利养。啊，他的目的不在道，目的也不在学，目的是怎样获得这个世间的大的名利。啊，可能他能够得到一些名利，后果在三途啊。啊，这是心术不正啊。佛法里都常讲啊，因地不真，国招于取啊，设置毫厘啊，差之千里啊。啊，心术正，真正是为学道，真正是为道业。啊，自己成就了，这是为弘法利生利益众生，
决定不求自己的名闻利养，决定不求自己五欲六尘的享受，你才会成就。稍稍沾一点，成就就难了。只得到现前一点小利，来生失去了大利。现在时间到了。